新闻消息，咱来看下这有毒塑化剂风波，有哪扫到诊所甲药房？新北市卫生局调查讲，有12间药房甲诊所无注意去诊断有塑化剂调味糖浆，即马已经要求全部拢落架回收。有哪去要求所有药妆店、药房甲诊所，即马开始都要提出调味糖浆的食品安全证明，要若无全部都要落架暂停使用。为了确保诊所内底药剂无使用塑化剂糖浆，新北市卫生局人员早起时扩大调查所有药妆店、药局甲诊所。卫生局调查发现，有12间药局甲诊所误用有塑化剂调糖浆，包括着查到的新庄区、现代耳鼻喉区、树林区、珠水巷耳鼻喉区、三林宝地区、陈耀宗内区、罗州区、嘉温耳鼻喉区，加一个板桥区天后药局、设置所在偏耳鼻喉区、中和区和心泰药局、中和区黄俊杰诊所。另外，阁有4间因为这个休困日无联络到，包括着板桥地区蔡英鼎耳鼻喉区、南口区尤耳鼻喉。中和区詹兴统小儿科甲新店地区惠芳小儿科，这一挂诊所药局拢是向专营公司买通厂，专营顶药的原料供应商就是药信公司。有关全年的东西全面下架退货，那非全年公司所出产的那个调味糖浆的食用化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也请他们先下架，除非他医生诊所能够提得出有相关的合格证明。卫生局表示，调味的糖浆属于食品，本身无药性，用人有限。家长只要马上停用，无需要惊吓。若是有疑虑，会当带囡仔到专省的私立病院开设的健康咨询门诊进一步调查。记者做报道。